Hello， 大家好，我是家聰。今天是一个大日子，就是我的仇家 Doris 他结婚的大日子。既然这么大件事，我都不可以什么都不做，袖手旁观。所以今天我就去婚礼那里踩场，不单止只是踩场，我还要拍埋货，跟着再利用埋这条货卖广告消费他的婚礼。首先多谢今次我们报仇的好拍档 Hero Wars。 Hero Wars 英雄征战就是一只 online 动作 RPG 游戏，拥有多种 PVP 模式，包括有竞技场、飞艇、外域、公馆、无限塔和大竞技场，可以玩包含130几个任务的战役模式，获得更多的经验值，提高你的技能。记得要试试他们每个游戏模式。 Hero Wars 就同时可以在 iOS 和 Android 上面玩，也有 PC 版的。现在即刻我的 description 那条 link 和我的 mon 这个QR code 就可以下载游戏了。我个人就推荐你试试这个外域模式，赢到三个 boss 里面其中一个就会给个新的 skin 你。我喜欢每天都换个不同的 skin， 这样型仔一点。另外就记得试一下他们的竞技场 PVP 模式和升级你的战术，有超过50个具有独特能力的有型角色给你选择。我就解释了其中的15个，而我最喜欢就是 Woofers 和他的坦克角色。另外我仲有第一隻英雄加拉哈德 Mojo 同埋佢嘅憤怒圖騰，同埋有性感嘅 Ginger， 佢嘅子彈魚類非常之犀利。集齊 Domination 嘅所有寶箱，完成任務，發現同埋升級你新英雄，有嚟自世界各地超過1亿个玩家喺度玩紧嘅，亦都有超过400万人嘅庞大友好社区。即刻加入游戏，可以获得包括5位顶级英雄嘅超级宝箱，其中一个咧就系秘密英雄，再送多600粒绿宝石同埋30000金币俾你。即刻扫呢个 QR code 或者 description 嗰条 link 啊，下载游戏啦！我哋游戏入边见啦。早上啊，大家，今日系4月12号啊，有我手架多或者佢要注册啦，咁而家我哋就要贺一贺佢。多人咧，佢好舊僵，佢就揾咗我做佢婚禮嘅主持，竟然唔驚我報仇。我就觀察下佢由今日開始到11月對我點樣，咁啊考慮報唔報仇喺婚禮上邊啊，叫啲賓客一齊施魔法。好啦，我依家上菜啦，大家一齊對只乳豬愛斯管亞咧咁樣，哇不得了啊！而且佢哋又訂咗氣球，攞完氣球就去揾佢影相咁樣。而家朱婷已經喺現場噶啦，佢喺現場為我哋報道現場嘅畫面。我依家交俾朱婷。本人以法律的名誉宣布，由今日开始，两位正式成为合法的夫妻。而家报时是11:53。唉，加油，发哥。高度都闩埋啦，发哥。我老板未到，就系时候揾下啲素材拍下啦。走了机会，最后成场变家中都不在一半咩？有机会，究竟嚟未呢？到了。喂，嗱，你份 lamb 嚟迟到，你都冇我哋有，但你约我11:30喎呢份。我知道我迟到，所以就约你11:30。佢唔係11:30到，唔知幾多點咩？我早你5分鐘到，好勁咩？可以話佢，喂簽個字啊！哇，有冇搞錯？發嗰度就超耐咯。快咁快，依家先到。你唔等佢哋洞房嗰陣先嚟？唔係佢洞房嗰個位喺度嘅。哇！都係我，都係我，都係我。哇！軒完全唔俾面咯。佢就啱啱摸咗機，你就出現咗。哦，即係你都遲到係嘛？我都早過你。幾多啊？3分鐘。3分鐘啊！你冇多咗。講緊咩？呢個係咩嚟㗎？解釋下，有把尺嘅鎖匙扣。咩咧？話正喎，呢個 size 喎。有寫嘅，有寫嘅。Big man 喎。就係咁多咯。6 cm 喺度。6 cm 咯。6 cm 咯。未充血咁大。人哋結婚個 房講呢啲話唔怕嘅，後邊即係人哋結緊婚喺度。點解人哋結婚你要拍 房啊？因為 Doris 唔係人哋，都係我仇人。哦 ，OK。仇人結婚，梗係要拍低佢啦。Doris 今日呢個新婚大子真係好值得開心啫。係嘛？係。呢個就我今日嘅感想。OK， 黐撚線。佢叫開咗 Doris， 自己獨佔。終於知點解 Jackie 一路都冇拍拖。石男佢。仔佢。其實 Doris 真係一個好女仔嚟，但佢搶走咗我男人。佢唔好啦。你都唔同飯團 say hello 嘅，發哥唔中意飯團啊。係飯團。哦，佢同飯團 say hello 啦。飯團，我哋唔好黐咁近發哥啊。冇啊，發哥有錢嘅。
我哋唔好黐咁近，發哥會犯法嘅，變咗。飯團豬豬肉咩？你講，唔使，咁你講飯團豬豬肉啊？飯團豬豬。哇 ，OK 喎 ，OK 喎。嚇親飯。飯團話呢個係怪叔叔啊。扮曬好似好 friend 咁，明完走啦，拜拜。還翻張花俾誰啊？交俾我。哇，搞唔掂！由於咧好多人都未嚟啊，咁啊未走得啊，咁依家我哋去買啲嘢咁先。我以前喺呢度教過魔術班嘅，舒淇呢間學校。我嗰陣時咧暑假咧咁啊喺呢度教魔術班啊，咁當時因為我個名叫 Wasabi 噶嘛，咁其實我一路都覺得呢個名好卡好弱智嘅。咁嗰陣時我好記得我就教完，咁我就巴士站等巴士，巴士站隔離咧有個女仔，即係我都望一望，哇幾正喎咁樣。咁我幻想佢都有望一望我咁樣啦。咁我就喺度懶有型咁樣，即係覺得自己企咗度好有型咁樣。咁然後突然間我啲學生放學，佢哋離遠見到我，哇 Wasabi， 跟住瞬間令我嗰個形象冇咗。我同埋以前教魔術班都幾多得意嘢咯。我冇記得嗰陣時係教性咁樣，然後我就問啲學生：咦，點解你哋會報魔術班嘅？你哋係中意玩魔術啦，定係點樣啊？咁有個撲街同我講：啊，因為可以瞓覺。哇！上魔術好難做啊，真係唔係講笑。可能仲有優勝者，有冇獎㗎？有冇優勝㗎？哇！呢個就係啊！哇！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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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個過期㗎，嗨，多謝，歡迎曬。我唔講，下個到你。由今日開始到十一月，我會睇下你呢段日子點樣對我。我唔會對你點㗎，我唔敢對你點。全部崩下一齊施魔法嘅，你接唔接受到？你搞佢好啊，冇搞我。要施啲咩魔法我喺斯潘娜咧，你冇睇。冇啊，是但你啦。嗱，你話 OK 噶嘛？咁多位觀眾聽到啦，得到新郎哥嘅肯定啊，可以施魔法啦。OK， 終於搞掂啦。咁啊，依家食飯。誒，有契媽。發哥請今日。我請咩？都得，冇所謂。多謝發哥，多謝發哥。多謝你發哥早餐飯。我之前睇啲報道咧，話李嘉誠咧平時朝早啊食下白粥啊油炸鬼咁樣，我都唔信。我都係見到阿盧食咩啊？豆腐、撈米、加咖喱汁，正常咖喱汁。樸素啊，同佢只錶啊幾唔夾先得㗎，真係要值得我哋學習。OK， 咁依家就食完飯啦，咁啊準備就翻公司，咁就要開始練習下魔術啦，因為嚟緊就星期六啊，就有個 show 啊，馬太、Tina、可巴、Kerry， 仲有一個澳門嘅魔術師阿 Matt 啦，咁都一齊做個 show， 得翻四日時間，其實我都未開始準備，咁要揸緊時間啦依家。天啊！借汁自己。咩啊？我個個都有執噶咯，點會好似你咁唔執唔執相？執咗啦，你又執啦，我嗰個塊黐線嘅，你本身咁靚仔，使乜執啊？轉轉轉 ，OK OK， 要唔要叫大隊咁樣嗰啲啊？救命救命救命！呢個科學就喺度咁尷尬嘅氣氛下完結。做咩拿？做咩拿？係 sorry， 唔好意思，又再尷尬啲。我剪翻佢啱啱自己講嗰段落去。然後未完嘅就咩拿嚟㗎？唱多次俾咩拿聽？真會唔會？公祝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嗰啲就算啲。哇，唔尷尬嘅，我諗住等下佢尷尬啲。我尷尬。好嘢，出去食個蛋糕先。食蛋糕。好嘢，我等喺度揾你。咁靚啊！真係咁大。一二三。好啦，今日個 live 就啱啦，個 放就到呢度啦，再見啦，拜拜。